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凯，欢迎到新频道。那么稍早官方公布了下一个更新版本《次元英雄》，也就是《时空之门》的抽卡机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吧。那其实还蛮怀念的，因为这一次的抽卡机呢，除了音乐的话是《时空之门》的那时候的音乐之外，有没有抽卡还是用叠砖的方式，跟之前一样。然后如果说是大奖的话就会是这个钻石砖啊，二奖的话就是黄金砖，然后小奖就是这个白金砖啊，这就是跟之前啊差不多的感觉啊，超怀念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在明天就是时空之门的改版了，大家如果说想抽的话就可以先看这个过瘾啊。好，那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新的情报，别忘了看一下你的订阅按钮以及旁边的小铃铛，下次有新的影片就会第一时间的寄通知给你。我是王凯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如果想抽时空的都可以抽到自己想要的大奖哦。